嗨，大家好，今天星期五的晚上，就是快乐时光的晚上，你们在干嘛呢？因为通常如果是没有 MCO 的话呢，星期五晚上很多人都是去 Happy Hour 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他们是跟谁在一起？相信你们看到那个标题，你们已经懂有谁会在我旁边。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就是看到这个我旁边的人物的话，你们可以就是首先去分享，因为通常卡门的直播是不叫人家分享的，你们懂的，卡门的直播是从来不会叫人分享。所以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想要分享就分享，我不会去墙壁。但是今天可能有一些话我想要讲，因为最近很流行他们讲什么我有话要讲，有话要讲，对吗？所以并且今天呢是真的有话要讲，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人最近很多报道啊，每一天都在追踪一些新闻。当然新闻你只可以相信，对我来讲啦，你可以相信的是那个日期罢了啦，其他东西不用相信这样多了。就算是网络上的东西你也是可以不用去相信这样多。所以现在我讲的话 OK 你也是可能相信一半， OK 相信一半就好了， OK 相信一半。但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跟你们讲真心话。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个呢，就是当然在我床上出来的呢就是 YBB。 Hello， 相信你们有看到过他的这一个新闻。我也知道就是很多那些每一天啊新闻报道都会报道他，尤其是说中国报啊或者是吹水站都会讲到 YBB， 对吗？所以不用紧，不管全世界怎样讲你不好，不用去看。因为我知道呢，其实只要人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 OK。 每一个人都是会犯错的，我也是有犯错，我也是过来人，我是年轻人，我也是有犯错。今天 YBB 是才二十几岁，二十七岁， OK， 怎样都年轻过我啦。年轻就是会犯错， OK， 但是人是没有完美的啦，讲真人是没有完美的。所以在你犯错的时候，你的家人会原谅你，你的妈妈会原谅你，对吗？就算今天你生了一个孩子出来，你都会原谅你的孩子，但是为什么不是他，对吗？所以如果你们要继续加油 OK 就继续加油。为什么今天我会坐在这里呢？其实主要因为我就是有看到这个 YBB 的新闻嘛，就是说他有去之前去赌博啊，然后现在是在还债的情况，至少他是没有去逃避，我看到的是这样。就是我看到一个洗心革面的 YBB， OK， 洗心革面的 YBB。 然后呢其实他是有那种改过自新的那种状态，是很有诚意的，他都已经显示他的诚意了，他很努力的在做工去还债，而不是说好像有些人他去赌博了，他欠了谁谁谁的钱他就去跑路，或者说那些可能 money game 的，你们可能也是被 money game 的人骗过钱，对吗？他拿了你的钱，他现在坐在哪里？坐在那些大车美车，住那种美的屋子 bungalow， 你可以做些什么？你做不到东西的。所以你只可以继续在言语上或者行动上支持一些被人攻击的，对吗？所以这个 comment 哦，你们全部都是加油男，看到吗？今天呢每一个人其实我相信啦，大部分人都有同情心，我们都有同理心，有同情心，看到一个这样的小女孩这样子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就看到她有这样子改过自新的状态，我们就给她一个重生的机会了。我们也很幸运的是她捡回一条生命。如果今天你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你们也不会讲不理她。说真正的朋友去了哪里？我问你，真正的朋友去了哪里？ OK， 看猜Alice Stone 讲你一定要改过自新。有啊，你看他现在就是坐在这里，就是表现出他的诚意。如果他不是要去做工努力工作去还钱的话，我相信他是不会坐在这里跟我这样勤劳，很早就起身去筹划每一天，计划每一天要做些什么工作，怎样筹多少钱去还所有的债。他当然在同时他也是去等着那个法律那边去判刑的时候，他也没有去逃避。所以呢努力做工 OK， 王萱萱努力挣钱加油，希望不要多多麻将。多多麻将是每个人都有，我也是会有多多 battle 多多麻将的 OK，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的地方 OK。
Edmund 江昭尚，你的 X 又在做所害事情了。每个人都是所害，我跟你讲，每个人所害 is everywhere。姐姐每天都讲的，所害 is everywhere。OK， 但是你要怎样去判断那个人是不是所害，就看你的心是怎样想。如果你的心是善良的，你就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好的。如果你的心地是恶毒的话啦，你看到所有东西都不好的。就好像我每天都在被人攻击，但是我没有去看啊，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了啊。So， 今天为什么他们坐在这里？刚才我讲了，因为我看到他这一个洗心革面，真的是有想要去改过自新和。但是我没有去看啊。有声音啊，关掉关掉。So， 有这一个心地，他有诚意的话，这样我不是好像一些人用语言上继续去攻击他，或者去骂他，或者是只是讲要帮他，但是什么都没有做。我们用行动上来支持他，给他一些鼓励。来，坐进来。那白色就是纯洁，其实她只是一个小女孩啦，讲真，二十多岁谁没有犯错，对吗？ So， 这个我跟你讲，我很喜欢挑这种这样的口面来读的，来你给我读，单拍 he 快哭 ，OK， 我跟你讲啦，每个人都会哭的，我也会哭，但是他们的眼泪是很值钱的，不是你叫我哭我就哭给你看。我们是比较感性，女人是水做的 ，OK， 不是你讲叫我哭我就哭给你看。我今天不是跟着剧本来走，我不是演员 ，OK。所以如果你讲 YBB 是做戏，在演戏，在哭，在很假，我跟你讲，还有更假的人你没有看到，因为你没有触过去这个世界，你只不过是那个眼睛对着那个门的那个钥匙洞这样看出去，你以为这个世界就那么大。但是我妈妈每天都跟我讲，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你要走出去看更多的人。你以为那个世界就这样大哦，要掉眼泪，其实要掉眼泪很容易，但是他们是不容易啦。如果今天你在这个直播看到我流眼泪啦，是你扎到了，我跟你讲，因为我都是笑笑，没有去管人家的留言这样多的。So， 相信他们，认识他们，每次看他们直播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在卖什么。OK， 他们都是卖 JS， 每天都 JS。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人每天那边直播 JS， 你 JS 打广告，但是他又不承认他自己是做网卖，但是不用紧，他们今天就是承认我是在做网卖啊。我做网卖，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相信 YBB 也是，他以前是 YouTuber 的时候，现在他都已经算是书尊降贵，来到直播。来到直播一起去跟我们分享好的产品，因为排毒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去解决便秘的问题，我们是在做好事，因为去帮人 OK。 So 还有呢，就是这一个 perfect 是可以帮助你找回男人的信心，然后当然他们还有几个产品都是总代理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是要去 support 一下今天这一个直播，主要呢我他们会拿出100份的这一个产品OK， 每一个产品都是100%给回 YBB 去让他还一部分的债。虽然我的产品 Perfect 99块 ，JS 110块，加起来可能你讲两个200块，没有很多，但是我今天拿出100份是价值10000块的，而且我没有从中赚出任何一分钱，我是全数100。你们讲做这直播不要打给我了。OK， 所以100分价值10000块的我自己他们这边的货是全数交给 YBB 帮他还一部分的债。其实你可能觉得10000块不是很多 OK， 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点点小心意，因为我不是好像一些人嘴巴讲的东西啦，是不成立的在这个法律上 OK。 所以如果你们要支持今天要怎样支持 YBB， 我们一起共同去支持他，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每天都在报道这种东西，我们不是要说利用 YBB 去卖产品啦，什么没有，今天我纯粹只是说拿出这100份的产品，我跟你，你跟我，今天你在看直播的你也跟我一起去努力，一起去帮助支持 YBB， 这一份心意每个人都会知道 OK。 JS 真的很好，对，觉得真的很好。 Mary， 我只想说你很幸运，因为你是 Malaysian， 在国外你不会在任何平台有机会露面了。放心，有他们在 YBB 就一定是会 冲去国外，因为我的生意不只是在 Malaysia， 如果今天厂商商家呢没有一个人敢用它，
我他们敢用他，我会让他不只是在马来西亚继续留。如果他今天 YBB 跟我讲他不想要在马来西亚留了，放心，我的生意是去到英国、印尼、加拿大、爱尔兰还有新加坡这一些国家。一 set 多少钱？ OK， 一 set 其实很简单， JS 呢其实是110块一盒。 JS 你了解多少？然后我是知道它是可以用来排毒的，就是很像我们如果平时吃很多淀粉，它可以帮我们煮个淀粉哦。然后它好像如果有那种三高，它也是可以帮我们降低那个三高，减低我们身体那个脂肪的形成，所以你的身材才这样好。对呀、啊，你看我的身材，每一次哦直播一定要看一下我的身材。以前我是真的很肥很肥，我以前真的是很肥很有肉的，所以你们看我的直播、哦、每次。就是一定要秀一下嘛，对不对？所以现在不秀几时秀，是不是？就是秀一下，看我的肚腩真的是消了很多。如果你们看回我以前九月的直播，我是肚腩一层又一层这样子。我刚开始喝的时候是54公斤，现在他们是43、44公斤。哇，你瘦了8、9公斤。10公斤。这样子那时候你是喝了多少喝 JS 的？其实那时候我54公斤的时候，我不是要瘦的。我瘦下来只是意外之中不小心瘦下来，相信可能很多人在听会觉得很欠打，想要打我不用紧，因为我已经习惯了给人家攻击了。 OK， 所以我那时候刚喝的时候54公斤，第一天我喝的时候我称是54，然后我只是心想我只是要解决便秘问题、嗯、因为我便秘真的很严重，我可以讲是2、3天才大一次，所以我只是想要解决便秘问题，所以我去喝的一包的时候就很好喝，很容易接受那个味道。然后我去喝了过后，哎，大便很顺畅，真的是排便很顺畅。这样子他大便的时候，他会不会很像讲肚子痛啊？不会，他要等8个钟，他跟外面的那些 fiber 排毒产品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 JS 其实呢，他是不会说你一喝了直接立刻马上肚子痛是不会的。所以这个 JS 你喝了等8个钟，而且去几次厕所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说你去厕所的时候你排出的那一个分量，那一个黑色素，就是说毒素和宿便是很多的。 then 这一个 JS 其实你讲，看在你有讲到三高嘛、嗯、所以那些肥胖的人他通常有什么问题？高胆固醇、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就是肥胖就是会有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其实严重来讲会死人的，你知道吗？肥胖很多疾病。OK， 说、so、这些排毒的话为什么会瘦？因为你排便顺畅的时候，你的那些毒素和宿便排完出来，你的人那些多余的脂肪已经排出来了，过后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瘦下来，男子女子都可以喝。 OK， 这样子的话它一盒里面呢是有15包的，然后你是建议讲一天要喝多少包？一包就可以了，一天喝一包、嗯、然后是饭前还是饭后喝？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一天喝一包就可以了。然后是只是需要掺150ml 的温水、嗯、对，然后就是把它搅这样子就可以喝了。我给你看讲喝。 OK， 我来试试看那个味道，因为我听说它的味道也是很好喝。对，讲它是那个 blackcurrant 的味道。对对对，所以就不会讲很像，因为市面上其实很多产品就有药水味还是什么这样子。这一个是 blackcurrant 的味道。 OK，微创 YBB 很像假惺惺。其实我跟你讲，假惺惺的东西这种动作啦，每个人都会。我叫你今天假惺惺，你也是马会，你马是会 drama， 我马是会 drama， 每个人都会的。Life is a drama， OK， 人生就是一出戏。你讲你不会演戏，我不信咯。你去问你的家人，你会演戏吗？每个人马会演戏，每个人马会假惺惺，看你的心是怎样，恶毒还是美好。今天如果你是善良，你看到所有一切都是美好的。如果你的心地是恶毒啦，你看到人家都是那种受害啊，那种假惺惺啊，因为你本身就是假惺惺，不用紧。这种东西我跟你讲，这种口味我最喜欢读的。继续讲，来，你要攻击他不用紧，有他们在，你可以继续攻击。在他去泡的时候，我可以帮你们读口味。OK， 所以今天 YBB 会冲这个 JS 给你们看。这一个 JS 是怎样冲呢？很简单，你放了那个水，刚才 YBB 冲的时候你有看到吗？是不是冲了那个 300ml 的水？我是比较放多一点啊，所以 300ml， 然后你就放了一包粉进去，然后就摇给它均匀，然后就可以喝了。摇，然后我要试喝了，这是我的第一次。Yuki Link YBB 今天很漂亮，那你看，谢
谢谢谢谢，还是有很多好人的，这个世界上是有好人有坏人，不然呢不会有 Malaysia 或者是 England 新加坡 Indonesia 这种国家。你看我们其他的国家，你如果你的眼睛是看到其他国家很惨，证明你很幸福咯。我的顾客是散布到全世界的，就是有澳洲啊，还有爱尔兰啊，还有加拿大啊，还有这个英国啊，印尼。所以今天如果他们讲你不能够在马来西亚生存，不用紧，因为我的生意是散布全世界，你要去哪一个国家发展都没有问题的啊。真的太有瘾了，我真的 我很喜欢，就是你的那个很直爽的那个性格。我讲话是有哪一句讲一句，来喝下，来喝下。好，我来试试看 JS 啦。所以刚刚我们就是泡好了，加油！你看，所有人都在为你加油。今天不只是他们在为你加油，支持你，用行动上支持你。其实我背后的团队，还有 MCBS 综合商学院啊，还有 Dato KS 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团队啦，还有 ANC Queen 啊，我们这一些团队在背后其实都有在支持你，不只是说语言上，我们是用行动上去支持你。这个真的是行动上的支持，哎，我觉得很好喝，哎，小女孩而已 ，OK。要怎样你们要怎样，你还想看到他怎样，他已经很努力在做工了。所以这一个今天他来介绍我们的 JS YBB 介绍的 JS 是因为卡门介绍给他先，所以你相信卡门这一个眼光，卡门看的东西是不会错的。 OK Today Life Red 我不懂你讲什么，不用紧。 Lester YoungYBB 好努力赚钱哦，一直做 live 好像没有停过，记得要照顾好身体。那看到吗，这种有心人呢，心地善良呢，看到是会看到 YBB 好的一面，他一直都有站出来给你们曝光，看到他真的是做直播赚钱，好过有些人他根本不敢做直播，躲在家里不懂做什么，一天等一天，得过且过。尤其是他 MCO， 他靠着 MCO 做成一种借口，讲哎呀 MCO 没有工作啊，MCO 做不到东西啊，很多这样的人呢，我跟你讲。所以你看喝到什么味道我没有问你，你这样快喝完证明很好喝咯。来讲一下什么味道啊，怎样。我觉得哦，它的味道就是讲讲呢，就是除了有一点点好像葡萄这样子的感觉，Blackcurrant 是这样，然后它不会讲很挤或者是很搞，因为它喝下去就是很顺。因为我以前喝一些 Fiber 的时候，我就是会觉得喝到后面啊，我会不敢喝，因为它很搞了。很搞，对。可是这个哦，我就是感觉它扣到 OK， 刚刚好，就是薄的。然后我就很期待过了八个小时过后可以排那个边。对。通常那个排边出来啊，是就是很像很黑很黑很黑这样子，像宿便一大堆这样子啦。哇，我喜欢那种感觉。你懂为什么要宿便和毒素是黑色吗？是因为你的那些脂肪啊，手臂很粗啊，肚腩啊，还有那种粗腿啊，是因为这一些东西有那些毒素和宿便，它累积了的话超过四天在身体就会变成黑色。如果是三天是深巧克力色，两天是浅巧克力色，如果你今天排出昨天的话啦，是浅巧克力色，是正常啊。所以当时当你就是便秘到很严重，就是去年的时候，你就是一直排出那种黑色的便，然后你就喝这个，喝了六个星期减了六公斤，喝了六个星期，六个星期每一天一包，所以那时候你应该是有喝了差不多一个两一盒有十五包嘛，对不对？对，一盒十五包，所以六个星期是三盒，然后我就减了六公斤，就是变成四十八咯。但是今天是五月 ，OK， 今天是五月十四号嘛，五月十四号的今天，他们为什么是四十三、四十四？因为从那时候我九月喝到十月是减了六公斤，然后十月到现在为什么从只是单单四十八减到去四十三五公斤？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高都有一个标准的，我没有可能减到去。如果再更瘦的话就很恐怖了咯，你要知道他现在已经超级无敌瘦了，而且他的奶还是很大。啊，有摸过吗？就很大。OK， so 今天呢，其实我想就是说，希望你们在看直播的你们也跟我一起努力，怎样去努力呢？去支持他。我们不要只是讲，我们今天这一些产品呢，一盒这一个呢，其实是百一块。如果你们今天的下的单，今天的这一些钱，其实我们都是会交给 YBB， 全部去让他还一部分小部分的债。其实是这一些，你看啊，一盒是百一嘛。如果今天是有一百个人下单，我只是要一百个，不用多，你们分享出去我就一百个了，不会多吗？
是不是一百个人在马来西亚算什么？一百个人，所以今天反正今天我不开这个直播，他们的生意也是在走 ，JS 也是在卖 ，Perfect 也是在卖，每一天都有在卖，你们也是每天都懂，听到我讲都闲了，每天都 JS Perfect， 每一天都是这两个产品卖了。那个人讲买五盒才445。五盒445，对，那这种就是 supporter 啦，每一天进来看我直播就懂价钱了。五盒做 offer 是445 ，OK， 一盒100，两盒200，四盒380块，五盒是445，六盒534。当然今天我不，你们如果要拿多的话也是没有问题，你们可以直接 WhatsApp 跟我下单0111622-6522。当然如果今天你只是想说要支持 YBB 的话，就是一盒110块就可以支持到他，因为呢今天的下的单我都是交给 YBB， 100%我是没有拿，我都是交给 YBB 的， OK， 这个是我能够做到的。如果你们想的话，可能这个 Perfect 哦或者 JS 哦，我叫 YBB 签名给你啦，签名给你这，然后哦你跟他镶起来，你喝完了过后你镶起来在那个墙壁旁边或者是床的旁边，证明什么？证明你帮助过 YBB。谢谢。OK 吗？签名可以吗？签名可以，没有问题。签名给他们，证明说他们真的是从你这边，就是我们一起做直播的时候，你真的是签名啊，签名给他们 ，OK 吧 ？On 吗？Angela 不买也不支持，不用紧。谁是 Dato Sri？ Angela Dato Sri 都开播说 YBB 了，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 Dato Sri 的，所以你不用去。是哪一个 Dato Sri？ 对啊，没有哪一个 Dato Sri。OK。所以今天呢，其实如果你们是也是面临着这一个便秘问题、三高问题，想要瘦身的话，可以用行动上，不只是平时你们已经支持我了嘛，对不对？现在支持多一个人哦 ，OK 好吗？这样子 ，Joanne Lee 不用签名不需要啊 ，Joanne Lee 是我的 supporter 来的，他每一次进来我的，对，因为我的顾客都是全世界的，刚才是美国，我看到美国哎，对对对，刚才是美国，现在又有新加坡，然后又有马来西亚，对呀、啊，太强了。我的这个顾客和粉，好多人打给，他们懂我做直播就过来叫我咯。一身带嘴巴很性感的小姐，她的嘴巴还是我的嘴巴。对，你的是你的嘴巴，今天很性感。我的嘴巴本来都是这样的，这个是没有的变的，我妈妈。本来就是给我这样的嘴巴，这个是没有去，好像有些人要打针啊，我的脸是没有去打那个嘴巴的针，没有了。超喜欢 JS 来啊 ，Joanne Lee， 其实 Joanne Lee 其实是有买 JS 的，你看他、啊、刚才进来讲话是有买 JS 的。韩佳莹只想给你鼓励 ，YBB 加油 ，OK， 谢谢。你们如果是想要鼓励他，让他加油，其实我们这边是一盒110块嘛。这个是 perfect， 我等下跟你讲。这一些呢，你们今天下的单都是我会交给全数交给 YBB， OK， 很简单。我也会全数还给所有的，对，就是网民。而且他开直播的话，我们这一些钱，我今天下的单都是交给 YBB 哦。所以100盒其实才10000块，因为他们的东西没有很贵，就是99块、110块，凑数你就当它是100块啦。就100块，他们拿出100份的话，就是10000块，还给他一小部分的债。其实10000块对很多人来讲不是很多，对吗？可能你有100万身家嘞，我不懂。但是你做了什么东西？当然，你问我，他之前的行为，我是没有说100%去赞成或者是反对。但是今天我讲的是今天。OK， 讲的是今天现在罢了。OK， 现在 YBB 是已经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你们就给他一个重生的机会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愿意帮助我。Rosie，YBB 是我孩子的偶像啊。OK， 来 ，Adeline Louis，remember to treasure your life。Think of your parents, OK? 所以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知道吗？我懂很多人还是有些人在继续攻击你，可能他们想要看 YBB 第二次跳楼。嗯，很多人都这样子。所以女人要坚强下去。哎，为什么忽然间好像很多人 message 你的？对呀、啊，很多人 message 我。Angeline Mo 邮费多少？你 WhatsApp 我，我会跟你讲邮费，因为邮费的话 ，for 西马两盒以上是免费的，如果是东马的话就要。自己给
沙巴是17块，沙拉瓦是15块 for 一盒的话 ，OK。新加坡的话不用给邮费，因为新加坡我有货，英国也不用紧，我有货 ，OK。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英国有货，新加坡有货？所以我说，今天你不要在马来西亚不用紧，你要去英国，你要去新加坡没问题，因为我你看我的货是有在新加坡和英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接下来还会发展更加多的国家啦 ，OK。还有什么来 ？Chan Gary， 等下你的 IC 就不见 ，OK。我跟你讲这个 IC 的东西啦，讲真啊 ，IC 不见是自己要负的责任。你明白吗？不是偷的那个人，当然两边都有那个责任啊。我看到的是一个人的 IC， 自己要负责任哦。当然偷也不好，我没有赞成偷啦。OK， 自己的 IC 自己顾好就可以了。我的 IC 肯定自己顾好的。我相信今天他已经坐在这里，他已经是没有那个心再去做任何那一些不好的事情，因为他现在只是很 focus。在努力工作赚钱养自己还债，只是一个小女孩，你们就 OK 手下留情啊，我跟你们讲啊。还有什么？香港有代理可是没有货。香港，对，香港我有代理但是没有货。 OK， Rosie 讲不要再去跳楼了，还年轻大把机会。阿春妞 YBB 不要成为笑话，成为神话。Angelo 可以回复我吗？小女孩就可以犯法了吗？我跟你说，来，这个我回答，你会回答吗？小女孩就可以犯法了吗？我跟你说，每个人都会犯错 ，OK， 只不过他这一次犯的错比较大一点点，有可能是会受到法律的裁判 ，OK， 但是不代表说小女孩就可以犯法，小男孩也是可以犯法，大男孩也是可以犯法，每个人都可以犯法，看你怎样去看待。当然说你犯法了过后呢，你有没有去面对或者逃避，他不像有些 money game 的人，外面的人就是犯了法就逍遥法外啦 ，OK， 直接去逃避去跑路，他没有啊，他很诚实，他站出来啊。对，其实我已经有去警察局，然后我有承认一切了的，然后也有去承担所有的责任呢。其实他要讲的东西已经讲完了，他已经显示出他的诚意了的。OK， 我相信他已经交代到很累了。如果你问我每天讲一样的事情，我都会很累。你问我以前我的谁谁谁的事情 ，OK， 你们自己去想我的过去。如果人家问我，我也是不想要再去提啊。今天你进来问我以前的东西，我也不想再提，过去了我也不想再提，因为我看的是现在，看的是现在就可以了。OK， 所以 JS 讲完了啊，我们讲 perfect 可以吗？好，我看到他们一直讲 Facebook warning 是不是因为要走光了？没有啦，没有啦，他们，我跟你讲，每个人进来我直播都 warning 我的 ，OK，所以这种东西不用去看，所以我就很担心，真的不用去担心。做人我们就做好自己的本分，想到什么讲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一个人你要开心的话，其实是做回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开心了 ，OK， 所以很简单，不用去理人家怎样讲。以前的话我们都是会犯错，我因为我看到你就好像看到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一点点事可能人家讲到我是会流眼泪的。我跟你讲以前啊，以前我也是会流眼泪，以前我会流啊，但是你问我今天我会不会流， sorry 啊，他们的眼泪是很值钱的，如果你真的是看到我流眼泪是真的是很一流了。 OK， 嘉义你讲什么话， IC被偷是自己的责任啊，这样子等下你的 IC 跟钱被 YBB 偷，然后那个你的钱跟 IC 不见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吼，你就不要 Facebook 那边乱说人家哦。对，嘉怡你讲的对，所以我刚才讲嘛，如果今天我的钱钱包 bag IC 被人偷的话，不要讲 YBB， 被人偷的话都是我自己负的责任，因为我自己没有收好来吗，我没有收好来，这样我不小心就是我的责任咯，了解吗？要负起一个责任，不是成为受害者。如果今天你们没有去上课，可能你们不了解我在讲什么啦。OK， 还有什么 ？YBB 你很强了，你终于承担责任，比男孩还要强。有些人只会逃避。那酷吉米也是这样讲。其实就是我真的是有跟警察承认了一些啦，只是现在那个 IC 跟电话真的是还有别的人在拿着。
然后我已经就是有告诉他把他还给对方了，是他一直假装他没有看过，嗯，所以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很无奈，就是觉得我都已经承认了，可是为什么他还不要承认，嗯，这样子哦。其实那个电话有人不交出来啦，他不敢承认啦，所以你看 YBB 现在敢站出来吗？是不是 OK？Eunice又可能你的眼泪线比较差，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我现在我的眼泪这样之前流不出，因为以前我已经流完出来了，我当我发生一件事情我要哭一次过哭完出来，所以 YBB 我跟你讲，你要哭你就一次过哭完出来，讲完出来哭完出来就没有事了，嗯，然后你不要下一个直播你又走进去人家的直播哭，我不会再哭了的。我觉得那天我是真的是哦，我太累了，然后又太压力了，然后又可能太没有习惯，嗯，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太压力了。其实 YBB 他承受的压力不是你们普通想象这样简单，他毕竟是一个公众人物，每个人都在关注他。如果讲真，今天你在看直播的你，你没有任何身份，你都被人讲，给人家怎样讲，你都会有压力的。了解吗？每个人被人讲的时候，不只是一个人讲的时候是很压力的，他不只是给一个人讲，他给全世界的人这样来讲，我很明白他那种承受的压力不是这样简单。如果今天你站在他的位置你会怎样？可能你不是跳楼这样简单了，我相信你，我写保单你不是跳楼这样简单，可能你去伤害任何的人，可能你去打抢嘞，可能你去打抢银行，我不懂啊。所以人到一个走投无路的时候可能会想有歪念，我不否认一定是 会有歪念嘛，对不对？所以做错了我们去承认，就这样简单，去面对，一起去面对。 Joanne Lee 你和他差一岁罢了，没有，我跟他差三岁，差三岁 OK， 差三岁 OK。 新什么什么 Angelo依依好可怜，怀着孕还要这样被对待。OK， 其实我跟你讲啦，网络上的东西你不要这样认真。我他们每天直播都讲，不要这样相信网络上的东西。他是你的朋友没？怀孕你懂没？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因为他这件事情他还没有给一个评判，就是有一个结果。因为我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幕，还有很多的真相，可是我没有机会讲出来。不用紧，不用讲的。嗯，因为懂你的人其实你不用讲这样多，懂你的人是自然会懂你，不懂你的人你解释再多都没有用，因为他们只会觉得你只是在掩饰。对，就这样简单罢了。可是我会面对我所有自己所犯过的错，我也会承担一切的责任。 我不会再 cry cry 了的。 Elin 叫他不要 cry cry，啊，他呢其实也是因为什么小女孩 OK就原谅他啦，哦，这一个来我们讲 Perfect 是男人保健品哦，男人保健品你一听就知道咯，是给男人的吗？嗯，男人保健品 OK， 所以男人保健品是给男人的话，他是怎样呢？就是专注在他的下半身的血液循环，所以是 给回男人自信，对，就是，帮助男人自信，帮助男人自信。而且呢这一个 Perfect 男人保健品呢，你一听男人保健品就想到什么？持久硬，很硬，嗯，比平时更加硬，西北硬，超级无敌硬，比平时更硬就对了。你不要问我有几硬啦 OK， 你自己拿回去 try 你就懂啦。总之你现在有几硬，比平时现在的更加硬就可以了 OK， 更加粗一点点，长一点点，一点点罢了啊，不要跟我讲好像 Negro 那种黑人这样啦 OK 啊 OK， 总之是硬一点点，粗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了。男人呢就是要寻求多粗一点点长一点点的嘛，女人呢就是喜欢有惊喜的嘛，所以男人你可以拿回去给你自己，女人的话你可以买给你的男人啦，如果你嫌弃他的话。哎呦，不可以讲嫌弃，你想要得到惊喜，女人要得到惊喜的话你就一定要靠自己对，靠自己 OK。 就是然后他是怎么吃的啊？通常，这个，对，怎么吃你一看哦，开出来，嗯，一盒里面是有十包，对，然后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OK，哇，很美哦，你看金黄色，不要遮住你的脸。所以是直接打开然后就吃啊？
这一个呢，你是要放在一个小茶杯，一个小茶杯 okay, 就是温水，温水啊，然后你就倒进去，然后你就搅给它均匀就可以喝了。它出来是浅紫色这样的，我自己也有喝过。哦，女生可以喝，男女都可以喝，但是男子比较有作用。哦，女生不会有任何作用的吗？我喝了，我没有出水耶。哦，OK， 所以这个就男生啊。男生买来喝，然后如果女生不满意，或者是女生想要更惊喜的话，就可以买给你男朋友喝咯。我想读这个啊，这个我很喜欢读的。Nicholson Chan， 小女孩也会懂壮阳。其实是我 ，OK， 我跟你讲，很多人叫小女孩，有些人叫小女人 ，OK。为什么女人也会懂壮阳？她会懂，我会懂，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会有需要的嘛，对不对？这样我就给那些男人试，然后我去试那个男人，我妈懂咯，就这样简单。有几难，我孩子有一个，我这种东西不可以讲咩？所以你问我，我不会懂壮阳，我肯定懂啦。你要讲什么东西，我都可以跟你谈的，来。嗯，所以还有这个真什么NPS， 加油改过就好 ，OK。卡门，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赞同你的说法，给人一个机会，对，就很简单，给他一个机会，你看他现在这个是 perfect for man， 然后他一个这样子是99块，对，99块。如果买多的话有便宜吗？买多的话呢，就看你是要进代理还是什么。今天其实不是主要卖，其实今天主要呢是给你们知道卡门有这一些东西，你们如果今天也想要一起出这一份力的话呢。这一个呢是100块的东西罢了，我只是需要100个人跟我一起，跟他们一起在行动上支持 YBB， 100个人的话就有10000块去帮 YBB 一起去做这一个动作，帮他还一小部分的债。反正今天我不站出来，你还是跟他们买产品的，他们的直播你们每天看都是在卖，不是Perfect 就是 JS 这两个罢了，没有其他了的。因为 Malaysia 就是最大就是我了，这个是总代理。这个哦，这个是我自己的产品，这个我是总代理 ，Malaysia 最大就是我了。这个 JS 也是，我是总代理 ，Malaysia 最大就是我了。对，就是那个工厂下来就是我了。所以如果你们在外面看到的其他的都是代理咯，就是代理咯。那个粉是公的还是母的？那个粉这个是有公也有母，有公可以吃，母也是可以吃。OK， 这个但是公吃了比较有效一点啦。嗯啊，就给你的公的吃了。对对对，你给公，你要你是公的，你就给自己吃；如果你是母的，你拿买回去给你的公吃。OK。就很简单，今天下单的你们去 WhatsApp 我0111622652 ，OK。还有 Angelo 啊，这个 Angelo 我也是想读。各位网友，记得谢谢他们教会你一句话：被别人偷东西是自己的问题，偷了别人的东西就是小女孩犯错而已。这个我跟你讲，我很喜欢读这样的 comment， 为什么？因为哦，可以去训练一下我的这一个这个口才，不用紧。这个东西哦，我已经讲了，我没有说。被人偷东西是自己的问题，我是说自己应该要负的责任。什么叫责任你懂吗？就是说自己的东西要自己顾好来，被人偷了不要去赖。我没有说那个偷的人没有错。对，其实我偷了真的是我的错，就是我拿了真的是我的错。他也有错，我已经去承认了，我已经有去警察局，我已经讲了一切出来了。嗯，可是过后那个东西其实很早就已经没有在我身上了。对，其实那一家店，我也是很希望可以帮他拿回来给他，然后我也有跟姨姨交代了整件事情啊，就是希望那个人愿意出来把东西还给他，因为真的都不在我的身上。 OK， 其实那一家电话当时候啦，他是几个人其实真的有蛮多个人在里面的，就几个人一起拿蛮多，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讲啊，因为其实整个 case 都怀疑是要等到去上庭才可以裁判整个东西，但是我可以承认的是我自己已经一个人去承担完所有东西啊，我是很愿意去承担，然后我也很诚实去面对啊。所以当时候其实是不是你一个人去拿嘛，对不对？那个电话我不是你一个人啊，总之不是一个人就对了啦。总之整件事情是蛮多个人。OK，
整件事情的东西的筹备是很多个人，但是站出来面对的就只有这一个人，对，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对，就是这样简单。然后拿了电话的那个人收起来了，到现在都不承认，不要交出来，他不肯拿出来，所以我现在也是很烦恼。我已经跟警察去坦诚一切了，然后我也是跟那个人一直讲，你把手机还有把 IC 还给他啦，嗯，我们就是我们已经错了了，我已经就是跟他讲了了，但是那个人真的是坚持，他还请了律师，就是坚持讲他没有看过那个手机，嗯，然后其实我的电话里面本来有很多证据的，嗯，然后可是因为我的电话也被他们拿了很多天嘛，嗯，就当我从警察局拿回出来的时候，里面的所有的证据都被洗到完了，就是好像剩下我一个人做了这样子的感觉，嗯，然后我也是诶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当我问的时候他们就讲他们没有洗过，可是整个 Telegram 是空到完了，嗯，这样子。所以我关于这方面我还是有一部分的证据，可是我也不能现在公开，因为我到时候可能上庭啊还是要用到这样子，嗯，所以我到时候如果真的是法庭有一个裁判呀，我一定会接受所有的判决，不管是要我去坐牢啊，要我去承担什么责任，我都一定是会去承担的。对，然后到时候如果有真的是有一个结果了，我也会把这整个事情的真相还有东西都还原一切的，嗯，所以你看啊，就是其实整件事情其实不这一件啊，我们讲case by case 啊，这一件事情不是他，我是真的有错了的，其实他已经承认他有错，我承认所有的错了，但是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人去在做，是很多个人在做，但是出来面对的就只有这一个，了解吗？所以他去面对的时候，当然因为他是大公叫做 public figure 大众人物，所以才会比较把那个焦点放在这边，其他人你们不去看。当然我没有说他没有错，他有错，他也承认了，我没有讲偏帮他，我今天站出来其实我没有讲偏帮任何一方，我只不过今天这一个直播是表现出一份心意给 YBB， 是想要让这一件事情快点告一段落，因为女人讲真的，女人是很不容易的，女人如果你要坚强起来也不容易，所有的一切其实今天如果他不去做工，他躲在家里，怎样还钱？我也是没有办法还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宁愿我站出来，我被人骂也好，被人讲也好，我还是要努力硬着头皮把所有的钱都还完这样子。但是今天他是愿意出来去面对的话呢，就事情不一样了，因为他去面对，所以他去面对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件事情是，他至少他有那种洗心革面的一面，就是他有拿出他的诚意， OK， 我没有说赞同他以前做的东西，但是我认为他现在今天做的东西我认为是对的，因为他出来面对，他真的是有努力做工赚钱，然后坐在这里也希望说你跟我一起去帮助他这一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其实我们讲真，女人就是要靠自己， OK， 他给了你多少钱，所以他没有给我钱，OK， 而且是我把我的货100份货交出来，把它转换成现金，也当然也靠你们啦， OK， 也要谢谢你们在看直播的你们，所以你们就出一份心意， OK， 一个人给100块，我今天没有叫你捐钱啊，没有啊，因为这个产品你每天都在跟我买了的，每天我都在卖了的，但是今天你下单的时候，我会把180%的钱全部100份，这100份的货 OK Perfect 和 JS 都交给 YBB 10000块， OK， 这个 Perfect， 你们要看什么，你们刚刚问 YBB 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讲了，然后回答了过后就讲我们不卖产品，没有啊 William Ho， 我跟你讲这个 product 其实是 common 的 Perfect，我给你知道的是什么 ？Perfect 是 Carmen 的 ，Malaysia 总代理是 Carmen 的 ，JS 是 Carmen 的总代理。所以今天 Carmen 开这个直播，这一些东西 Carmen 的100份，今天我听好啊，每一天 Carmen 都有卖产品的，每一天，今天我就算我不开，我都在卖，但是我把今天
我开直播的这一些产品的钱 100% 交给 YBB 去帮助他还一小部分的债。所以你不要误会我是在卖产品，对，我是在卖，我每天都在卖了的，我不差在这一个直播在卖，但是这一个直播就是把这一些订单的钱全数 100% 交给 YBB 10000块100分让他还一小部分的债。可能你们认为10000块没有很多啦，妈的才10000块可以做什么，但是这一些只不过是一份小小的心意，我对 YBB 的一份小小的心意就是这样简单。OK， Jackie D 拿去捐给老人院更好，你认为我没有拿去捐给老人院吗？我跟你讲，讲真的，拿去做善事的人不用开口闭口就讲每天做善事，记住啊，做善事的人不用开口闭口讲每天做善事的。还有什么？麒麟其实不是为什么负责了还要被骂，是因为他要负责的代价还不够。OK， 这一句我跟你讲，其实YBB 要付出的代价够不够多不是你来讲，是法庭来判，听好啊，不是你去讲 OK， 因为外面的人对他也是有证据，他也是有外面的人的证据，所有一切都是等到上法庭法官去判，是由法官去判他付出多少的代价。当然这个 case 可能要拖很久啦，因为这种算是什么刑事案件还是什么啦。 OK， 张雨晴我要看收据咧，你捐给老人院。 Sorry， 我跟你讲老人院是不会出 invoice 给我的，我们这种还有你们这种做善事的人不用开口闭口去跟人家讲，我每天都讲我、哦、给了50块，哇，捐了50块好像很大这样，没有了，不用了。我跟你讲做善事的人不用开口闭口都一直去拍照啊拍 video 捐了100万 check 去给老人院。我跟你讲这种在师父来讲的话这个叫阳德 OK， 你懂吗？这种东西就是做善事的人有分阴德阳德，阴德的意思是说你做善事自己一个人去做不用给人知道，阳德就是你写100万的 check大大个然后拍照然后给全世界人知道，这个叫阳德。所以其实比较起来阴德呢，虽然他只不过是给了10块钱给乞丐，但是阳德他给了100万支票给老人院，哪一个福报会比较大，哪一个 return 会比较快，其实是10块钱给乞丐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做善事没有给人知道，所以做善事没有给人知道他的福报是会比较大，了解吗？Oscar Fong， 你这种人讲法律，我这种人不只要讲法律，我什么都要讲，总之我可以讲的我就讲，因为嘴巴伸在我这边 OK， 我要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因为这个是我的 Facebook 我的 page 嘛，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咯。陶丽 YBB 加油 OK， 来继续加油，来 OK， 我喷一下你的脸先。好，这个是什么？哎，没有聊哦，这个是氧气水，没有聊。还有吗？我以为有，不用紧啊。这个是 Bioskin Plus 的 Switzerland 的 H2O Facial Mist， 这个你也是总代理吗？对啊，嗯，这个是氧气水，虽然它现在没有了，所以我们喷不到。我不知道这一个是没有了，不用紧。这个是 Bioskin Plus Switzerland 的，嗯，其实你看啊，他们就是做网卖生意嘛，所以他们是从头到脚都有，而且还有自己的品牌 ANC Queen。所以你们其实如果真的是看过他们之前的直播，他们每天都在卖产品，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所以365天每一天都在卖的产品，但是我选择今天把今天就是今天的这一些我所赚回来的产品100份我把它转换为现金 OK， 交给 YBB 就这样简单 OK。 Angela，我的键盘是我的，我爱怎么打就怎么打。Yes， 给你一个 like， 给你1000个 like。谢谢 Angela， 谢谢你啊。OK， JoJo 做善事默默付出比较伟大。对呀、啊，就是做善事。我跟你们讲哦，如果你看到你身边啊，或者是在 Facebook 看到很多那种人很喜欢 show off 啊，自己做善事啊，你就懂他的阳德在哪里。当然今天我这个不是做善事，因为他不是那种老人院，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罪人，然后他只是出于一个江湖道义愿意来，就是
帮助我，然后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然后我真是非常感谢，真的。其实讲真的，你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以前，你现在的你就好像以前的我这样，就是你曾经也是赌博吗？我曾经也是有去上过云顶赌博啊，但是我没有赌到你、啊。但是你应该不是倾家荡产啊。你看啊，赌博会有一种瘾。我相信我看过李国煌的那个 video， 他都有说赌博有分几种 level。嗯，我是最高级的 level 了，应该就是还有人要害死人的。对，可能你的赌博的 level 就是会，因为我认为就是说你可能你赌博到那种到了一种 level， 你想要去害人来换取更多的钱。当然，赌博的时候你有分那种 level 嘛，你可能你前面你赢了，然后后面你。输回去你又很不甘心，对 对， 对，然后你又不甘心的时候，你就会去做错事咯。对，然后就会想办法想要去赢回来啊，可是会想很多这种方法这样子。Ivy， 你问你 YBB， 你是不是哭了？眼睛很肿没有？还没有哭，等下先，我们再酝酿情绪。OK， 没有讲这样容易哭的啦。OK， 那你看啊，我可以讲到你讲赌博是有分几个 level 啦，当然。我相信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或者是很缺钱用的时候都会想尽办法再去找更多的钱，当然可能你的方法是比较极端了一点点。我是真的是走到很歪，做到很错很错的那种，就是我自己都傻掉了。嗯，所以其实不用紧， 我认为女人是要靠自己了。我相信你是很努力就是去要改变自己现在的状况。对，真的可能很多你的家人也是会在为你担心啊。对，很多家人也是在支持着你，所以你这个时候其实你不要去管别人怎样讲，你做好你自己，你只要做好你自己，不要去管人家怎样网上怎样攻击你，因为报道每天都在写你嘛。嗯，尤其是中国报，我懂中国报每天都在写，所以吹水站也在讲你对吗？每天都有人讲你， but 你不要去看他们的留言，你看他们留言，你只是拿来 get 什么了的。嗯，所以你就做回你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去做工，去赚钱啊，做好自己，因为女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嘛，对不对？嗯，所以你就做好自己了，就 OK 了。只见隔壁那个没有戴 mask， 如果有病毒会不会传染给 YBB？ 放心，我在家不用戴 mask，OK，、okay？ 在家不用戴 mask， 我是在床上，对，床，我们其实是我在床上，在床上。OK， 在床上，我没有在外面，没有惹到什么病毒回来。OK， 病毒 is everywhere。OK， 还有什么你们想要知道的，你们就 OK 看一下。努力就是 perfect， 99块一盒，一盒里面有10包。然后 JS 呢，就是110块一盒，一盒里面有15包。嗯，当初他就是这样子喝了3盒，就瘦了6公斤，对，超级厉害的。所以你记住啊，你今天来直播是介绍产品也好，去另一个直播介绍产品也好，你可以的话就我给你一个建议啦，就是你要哭，嗯，你就一次过哭完出来。嗯，哦，我那天哭够了，我那天真是发癫了。啊，要哭就哭完出来，不要再哭了。你去到下一个直播就不要再哭了。嗯，啊，我已经不会再哭了，嗯，我一定要。Okay，加油，真的，女人就是要坚强，嗯，因为女人做女人真的不容易啦。嗯，辛苦了。因为以后你有孩子啊，可能你孩子也会看到过说你这个过程，所以很简单，加油 ，OK？ 来 ，Money can find back life just one， 哎，什么 ？Just one，OK？、Okay？但是我有发现哦，好像在这里的，嗯，你的观众，啊，嗯，他们都很 steady。对啊，我这边的观众全部很 steady，就是，全部讲好话罢了。都很 steady， 他们就是会觉得就知错可以改呀，啊。对啊。然后他们也是会觉得生命是很宝贵，对啊，很重要这样子。他很幸运的是，他捡回一条生命。你问我，我真的不敢站在10楼的阳台外面坐着，我是不会啦。我相信可能也是。真 的， 真的走投无路了，因为我那时真的是觉得哇，我不行了，我走投无路，我不懂要怎样还。那个时候，而且我那时又觉得我很过分，因为我已经伤害了我身边很多朋友啊。然后我自己其实心里面也是会有那种很愧疚，然后又知道自己好像挽救不到什么的感觉，所以我才会觉得不如就放弃一切这样子。这样怎么会给那个人拍到啊？
因为哦，我不明白耶，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排到那么够力，上面又排到我，下面又排到我，对面又排到我。嗯，其实我那时只是很单纯的，只是想要跟我朋友道个别，然后我就想说，我见买我最后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 Uni， 就是我的 editor。嗯，因为我太久没有见他了，我就想说见买他，然后我就跟他好好跟他讲拜拜，然后我就要离开了，然后结果他还没有离开，我就被救了，你知道。他还没有离开。嗯 ，OK， 好，好，来产品要下单的就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加油。然后你就联络我下面的号码 WhatsApp 0111622 6522 OK， 如果你们已经懂的话，我们够了解 OK， 说、so、perfect 男人保健品就是帮助男人找回信心的 OK， 要怎样喝刚才讲了，再看重播吧。然后价钱就是一盒99块，然后 JS 的话呢就是排毒产品五合一的这一个排毒产品是不会说让你自戒脚肚子痛的，这一个排毒产品一盒是110块，两盒200，四盒380。对，我刚刚已经喝了哦，味道很不错哦。但是如果你们是想要下单的，就是有 offer 啦。但是今天如果你们不是要下单的，只是行动上想要支持 YBB 的，就是一盒的话，我今天的订单一盒全部100份都是会全数100%交给 YBB 的 ，OK？ 记住，他们每一天都是在开直播卖产品，不是只是今天。所以你今天你们如果真的是想要支持，就是用行动上支持的话呢，我们就一起努力，你跟我一起去，就是帮助 YBB 去度过这一个难关。OK， 这个因为他我明白他的困境了。OK， 所、so, 以今天呢，其实我们的这一个产品，你们已经懂他们在卖什么产品了的。OK， 所、so, 以如果你们要下单的话呢，你们也是可以下单下面的号码0111622 6522。OK， 但是 inbox 你下单的话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嗯，我看到你自己没有信心，不用紧。你现在人没有信心，你看多我两次直播你就有信心了。对 ，OK， 可能你吃了这个就有信心。So, 对，今天呢，你如果跟他们下单的话呢，还是有买有送礼物的，所以不用担心，他们每天直播都是在卖产品，也是有送礼物。如果你们想要知道送什么礼物，很简单 ，JS 我们是有送摇摇杯的，当然今天我没有带来，因为我没有想要去，真的是去卖嘛，因为我每天都在卖了。今天主要这个直播是给你们知道他们拿这100份的这一个 perfect 和 JS 出来，相信你们跟我一起努力，就是陪他一起去用行动上支持 YBB， 陪他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这个只不过是我们给你的一个小小的心意。谢谢你，谢谢你，我一定会记得你的大恩大德的。我是绝对不可能再去碰赌了，就是他们都很担心啊，那我会拿这个钱。其实现在的我是没有自己的银行户口了，就是我银行户口已经是被冻结了的。然后我现在所有现在赚的钱都是进我妈妈户口，然后我妈妈是每天都会还钱给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每天都在还债。然后我做工，我也没有吃好，没有住好，我就是每天吃普通的，然后可能就是跟妈妈啊在家里煮饭啊这样子，然后也不敢去乱花钱，就是把每一分钱都要存起来，然后要还给每一个受害者。对，所以你们今天记得，现在他已经是没有去碰赌的了，他只是在努力的工作赚钱。所以今天你们支持这一些产品的话，我们都是在一起努力去支持 YBB。 今天的这一个直播，你们下的订单这一百份呢 JS， 这一百份 JS 都是在支持 YBB。 OK， 一百份 JS 都是在支持 YBB， 一盒是100块罢了，100盒100个人，我们就一起去努力去帮助协助陪他度过难关。 OK， 还有就是我 common OK 做这个产品是很久了的。 OK， 所以你们不用怀疑，相信我，因为我已经做很久了，而且跟我买的顾客是每个月都在买，不只是马来西亚的人，新加坡人、英国的、印尼的，全部散布全世界，这些人都没有 complain 过，而且价钱是很合理的，我没有讲去丢价钱或者是放高那个价钱，110块是全马统一售价。当然如果你在新加坡买是一盒49块，是跟回每个不同的国家的价钱，还有呢英国是不同的价钱。所以如果你们现在在看直播，全世界的你们，如果你们想要知道你们那一个国家卖的价钱是多少，马来西亚的话是110块 OK，
然后我们今天这一个呢，如果是说我他们卖这个产品，不只是说今天第一天这一个直播才刚开始卖嘛，你有买的话我就有送你礼物，而且这一些是帮助你的身体去健康的，老人家也是可以喝，六岁以上十二岁以上男子女子都可以喝的，这一些都是帮助你的身体健康上面，因为现在 MCO 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呢不只是说帮助你的身体的健康，还有就是 Perfect 是男人保健品，是帮助你找回男人的信心，还有我自己的 ANC Queen 是帮助你找回女人的信心，他们的公司这一些全部都是很安全很健康保健品，帮助你所有的人找回你的信心，你的安全，你的健康，这些价钱是很合理的，平靓正，记住他们介绍的产品是不会错的，因为他们介绍的东西不好是不会介绍，我是不会害你的 OK。 所以如果你要下单，你可以直接联系我，就是这样简单，下面的号码0111622652，如果你等不及这一个号码，就联络另一个号码0193436867，这两个号码都是可以直接下单的 OK。 所以最后讲一句，我们女人一起努力加油，面对这个世界，不管人家怎样攻击你 OK， 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一起去努力，一起去面对，一起去加油，一起去工作，努力赚钱，养自己养家人，照顾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出来面对就 OK 了，就是这样简单 OK。 谢谢你们今天给 YBB 人生中第二个机会，好过你们继续去攻击他是对他没有帮助，所以如果今天过后你看到 YBB 可能在 story post 什么东西，我相信可能你是在留言看到他们说是做错事的人要出来面对嘛，对不对？ so 如果这一个网络上是这样，要爆料互相爆料，就是这样简单 OK， 就是这样简单，因为他的工作是 influencer， 是影响人的那一种 YouTuber， 所以你们如果想要继续看他下一个直播的话，你就继续关注 YBB， 有接下来还有什么直播继续去支持他，看他的直播，跟他下单买产品，帮他一起出一份力去支持他，好不好 OK。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讲我们坐在这边是代表什么，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在用行动来去支持他，这个就是表明我们是用行动上去支持他，好过那些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只是讲话是没有做事情的 OK。 很简单，我们行动上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OK。 还有一句话就是时间会证明一切，我永远相信不管你看产品也好，你吃东西，你看吃产品，时间会证明一切吗？你没有可能喝一包就有效果，可能你要一个疗程呢，三个月对吗？好像这个这样都是一个疗程，这个也是三个月疗程，这个也是三个月疗程，身体调理都需要时间，更何况是人，对吧？所以今天如果你们要加油，继续加油，他也是会加油， YBB 也是会加油，我们就一起去加油好吗？好，谢谢你，我真的很谢谢你，就是愿意，就是女人没有为难女人，女人支持女人，谢谢，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真的啊 OK。泽明你们很超，谢谢你进来我的直播留言，我很谢谢你 OK。 人虽无过，得饶人处且饶人 OK。 好人一生平安，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啦，如果你喜欢再看我的直播，你就随便去 follow 一下，因为他们每次很喜欢讲什么按什么小铃铛什么什么一大堆，打开小铃铛、我不懂啊，记得要按 following 哦，然后要下单的人就是记得联系 WhatsApp， 也可以直接 inbox 我们，然后这个就是111盒，然后这个就是99，然后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回你们就是身体上的自信。对，我的公司的产品 OK， 这一个 JS Malaysia 总代理 OK， 最大了，没有再大了Perfect 也是 OK。 所以你们如果是想要也一起赚钱的话，也是可以加入我潮爆教主的团队，我的公司的团队随时欢迎任何一个在 MCO 有困难想要一起赚钱的女人男人都可以，因为 我明白你们都很辛苦，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加入潮爆教主的团队也是可以，所以这一些我们的公司产品都是帮助男人和女人找回信心的 OK。 好啦，这样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健康最重要，祝你们和家人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YBB 你要加油哦！谢谢你，我们全部都会支持你，好吗？谢谢，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开开心心。OK， 好，跟他们讲拜拜。拜拜。